女同胞在一起就喜欢议论衣服，颜色了，款式了，价钱了，一说一两个小时不带累的。如果发现有一个买了又好又便宜的衣服，一定有人这么说 It looks excellent. I will go and buy the same one as you bought. 这件衣服看上去可是真棒，我得去买一件和你一样的。这句话中的 the same as 是一个固定结构，意思是和一样。我们需要注意一下，其中的 as you bought 是 as 引导的定语从句，用来修饰先行词 one。 我们再看这个例句， Electromagnetic waves travel at the same speed as light。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和光一样。我们需要注意这句话中的As light 实际上是 as light does 的省略形式。我们有时会不小心的把 the same as 结构中的 as 用 that 或 which 来替代，小心不要犯这种错误哦。